母女咕卡大 PK， 马用昨大碗咕绿色闪卡，入了吃香菜冰棍咕什么主题？张湖水草咕卡是韩语里用贴纸装饰卡片，加上各种颜色海星，点一个大贝壳是水母，漂亮又危险，被它蛰得很疼。这是什么鱼？喜欢生活在珊瑚虫里啦，喜欢就点小星星，还咕了个镭射卡，喜欢妈妈咕的科一。我用三丽鸥咕紫色见面卡，不想吃香菜冰棍，第一次咕卡，来颗紫色的心和库洛米，浅咕一下好解压，库洛米怎么咕都好看，浅加一点点小装饰，你也试试吧。好啦，喜欢库洛米的点小心心，又顺手咕了个玉桂狗，喜欢我咕的扣二。